我们这一集要谈一下，就是人生一定有一些那种过不去的难关嘛，对不对？你有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都过去，我过不去，我怎么还会在这儿啊？就是说差点很难过去 的意思啊。哦，其实也还好嘞，因为我像我离开我离开了那个他刚刚讲的那家那个老板进吃免钱饭了以后，那家公司了。我离开的时候我也是啊，觉得怎么办？我就去游山玩水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就去到处去玩。如果你有结婚有小孩，就不能帮他当。对对对对，这个问题。但是我刚刚跟你们上一期的观点不太，你看你们都不会去，你们都会去瞒亲人，对不对？你们说瞒家不会，我会第一个时间告诉他们。就你讲的，我可能会马上就拨个电话，就跟他们说，哎呀，我已经离职了。几年在一起，你就比较能讲。怎么会没有跟他在一起？我们天天住就住在一起了。没有。我说跟你讲婚姻的事。虽然他说的27岁又多几个月，从出生到现在，他从来没有为一毛钱烦恼过。烦恼过，他说他要去买鞋子，被我们笑说那就去买啊。他说可是衣服鞋子都是我妈妈帮我买的。哎，这么大人，衣服鞋子还是妈妈买的哦。所以是妈宝型的吗？呀，那是不是？我想知道妈宝到底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哈，我第一个我是老大。所以说父母对我就特别照顾，从小就这样子嘛，因为他觉得这个打第一个孩子嘛，所以说变成就什么都呵护。因为也在相对的，我也有很多地方没办法，就像别人要出去玩，我没办法去，为什么？他会担心，他就不会让我去。那我会闹嘛，对不对？会闹，闹了以后，他会等到那个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等到那个集合时间过了，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就说好，你去，好，你去啊，你如果还能够找到他们，你就去，让你去。好，你去当然不在了嘛，你就乖乖回家了，又乖乖回家。我问你，你会不会觉得你现在没有办法结婚的原因跟妈妈照顾你太，因为没有人，应该没有人比她照顾的更好，不能满足你。应该不是，不是，应该不是。能帮为什么？因为不婚只是一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因为我的朋周围中间哈，你看人的记忆很快，记坏的会比较容易记得，好的话可能就会。但我的周边的朋友有很多都婚姻并不幸福的。那你会觉得，哎呀，这很恐，蛮恐怖。从一只一只就有这个心，那好的当然也有了，但是不会记得，就听过了啊，就这样子过去。可是你坏的一直想着，你就这样担心。妈妈那么关心你，不会给你压力说赶快结婚，赶快结婚。啊、哦，这个就是这真的很奇怪啊。之前没有人问的时候都没事哦，都没有问。现在有朋友在问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没有啊。嘿，隔没有多久就开始父母就讲了，就真的有问过，就开始在提这个事情了。所以真的不去提都没事，一提就有了，就会开始就跟你讲这些事情。哎，你怎么都不去找一个啊？到底不想结婚啊？那你既然要找伴，还是要找嘛，对不对？要不要公开征求一下你的条件是什么？安心呀，我安心呀，包你呀！哇，这样巧了，哎，这么上结尾，包你。还真的？为什么不能喜欢安心呀？没有啊，我喜欢安心雅啊，我也喜欢波尼啊，啊，波尼你们大概不知道是谁了，我就跟你们讲，波尼现在是个韩国的一个五人团体，那现在才刚成军，来台湾在我们的电视台拍过，真的很漂亮哦，波尼，你可以去上网搜一搜。所以你是希望这样的条件的人吗？帮你不是不是，这纯粹只是喜欢而已。你遇到那种很漂亮的人，你会不会觉得哦？不敢靠近，他的喜欢不代表爱了。会给我一个压力，这次怎么样？我要赶快去减肥。你觉得问题只是减肥问题而已吗？对啊。女人喜欢一个男人会有，可是有的女人就是喜欢那种。万一他喜欢胖的，那你告诉我，你不是白减？对啊，大家都看过我弟的照片，比你壮好几倍。有有有有有，谁愿意脱了衣服，又是一个软趴趴的这样子，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你说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些软趴趴的人是不是都没有人了、啊？所以说，一定有，一定有。所以他找的就不是安心啊，不是波尼嘛。搞不好安心啊就喜欢很胖，像你这么身材的，真的。你不要以为人都喜欢瘦的，都喜欢美的。你有机会，你有。好，后面那一定要剪掉。不来。不剪，小军说的一刀不剪。现在技术很好，剪的会看不出来是你剪过。搞不好他喜欢你那么胖了，你不是白减了吗？而且，是啊，我等着你了，来来。而且重点是来讲，说你真的减得了，你就不是电话。哎、欸，电话来了，来了，电话来了，来了。
马上打来，马上打，哇，四十二岁了，他刚才看手机是这样看的，对，老花看在旁边拍他，在旁边偷讲讲电话，你看，收音收音收音，对不起。好，你晚点再播好不好？我们现在正在录影，现在镜头就对着我，你也上镜头了。OK， 好，拜拜。他想说，我怎么会上镜头？镜头。哎，要讲什么？不，对着我干嘛？我又不知道讲什么。如果把你的那个照片拿去给安心雅看，然后问他对你的感觉怎样？那你不是把我打入谷底吗？我就永远在这边就。就在这里了。哎，太恶毒了。会期待安心雅对你的评语吗？其实我比较期待 Bonnie， 故意的啦。你要我们去韩国吗？他会再来啊？他说几百年，搞不好我们节目还撑不到那个时候。讲这个，我们有群众的支持，可以下去的。啊、對對對，群众的支持，反正我们只要一台机器而已嘛，对不对？随时都可以拍，而且我们可以到路边。没错。对啊，我们可以去。都可以拍。对，我们可以去安心雅家里。哎呦，哦，都要干嘛？哦，呀呀呀！但是让我先去减肥成功，好不好？我们再去西雅他家。为了安心雅，你喜欢瘦的还是胖的？从头到尾你都讲安心雅三个字，为什么我就讲西雅两个字？你觉得哦？如果你是你个女的，然后老公呢？你觉得你觉得老公的外遇对象啊，一个是一个女的，那一个是那个电脑。你觉得这两个对他的吸引力哪一个比较大？女人的其实应该都蛮大的，就我按照这样，这不是大不大，我怎么知道？电脑是不是最大？因为占有时间最长。但是电脑的话，我反而不用担心了。电脑里面有很多人，影响最大的。他如果离开，就脱离你的问题了，因为他毕竟就等于说他是有个美女，有个电脑。如果他因为电脑而去找别的女孩，我问你是不是宅男？你每天回到家是不是坐在电脑面前？我的是不是？我在电视机前。早来，为什么在电视机前？我之前是在电脑前，但是后来因为你看在公司，从早一来就开着电脑，所以说有时候会坐在前面，那就没有什么心情在玩电脑，就会回到家就是电视机前。哦，所以肚子才会那么大。哎，很小。你不是说要减肥？好了，气不够了。对，你不在问一下？